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三四。test 一二三，一二三四。test 一二三，一二三四。test 一二三，一二三四。喂喂喂，一二三。test 一二三，一二三四。这他们笑了，好像会用到麦克风。无线麦也会用。也会用，好好好。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喂喂，一二三七二三四三，一二三一二三四四五六，喂喂喂喂，一二二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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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无线麦破，一二三四，喂喂，无线麦破破的。无线麦，我跟你讲，你看那个接头换一下，正副角换一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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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喂喂喂喂，这样讲好吧？嗯。OK， 一二三。一二三四，喂喂喂喂，一二三，一二三四 ，S 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无线音量降低一点，一二三四。你做那个无线麦克风啊，对不对？破掉，破了嘛，对不对？嗨，音量降低，一二三，我现在到语言化音台号，三，一二三。一二三四，可以吗？哈，一二三四。那个主席这一回路，音量降低一点。一二，声音破的。等一下，好，这样。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喂，这。一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再降一档。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OK 好，一二三四。一二，我到另外一个另外一边了。我知道，我知道，因为现在回头抑制器关掉了。OK， 好，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我到另外一边。一二三四，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我现在就这样子讲啊。一二三四，有一点点，太大是这，降一档。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那个录音数位录音音量看一下有没有进去。一二三四，来，无线麦克风测试一下，降一档，再降一档。一二三四，再降一档。一二三四，再降一档。一二，音量再降低一点。一，看一二，好，就一直这样子。一二三四，我现在这样讲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再降一档，一二三四，好，嗯，好好，拜，没有了。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一二三四。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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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一二三，一哎，这个怎么是有声音吗？对呀、啊，这个怎么声音好小？一二这边，记住这声音好小，听一二三，一二一二有吗？我都觉得没听到，你觉得有声音出去吗？这里有吗？一二一二，我觉得没声音，有吗？有声音过去吗？没有哎，没有声音过去。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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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声音过去。一二三，一二三，没有声音，没声音。一二三四，你毛毛虫讲话。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我可能音量比较大，再降一。凯旋，你讲话。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好像没有吧？有吗？有吗？大点吧，好像。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有听到？我觉得好像没什么。有过去吗？我觉得好像很小。一二三，一二三，有吗？有吗？你那里听到吗？奇怪了，感觉很怪。一二三，一二三，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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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我怎么觉得没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一二，地震有吗？我怎么觉得听不到？一二三，隔壁屏幕有问题吗？屏幕还有问题啊？对。等会儿，等会儿，哎哎，巨震巨震，隔壁说我有荧幕有问题，我要去下隔壁隔。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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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什么状况？这样好了，好了，我弄好了，好 ，OK，OK。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样好了，有了，听到这样。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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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知道，对对，这样 OK 嘛，对不对？一二三，上面麦克风有没有声音？你听上面麦克风声音这么正常啊？我吸顶的，我现在有并上去，你帮我听一下吸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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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吸顶有，对，吸顶有。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听讲。一二三四，一二，吸顶的很小声哦。麦克风测试，一二三四，中。吸顶不要测试了，闷了，哦不掉，我们以这一颗为主了。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请讲。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 ，OK。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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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二三四，好。
我要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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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一二一二一二，应该是先暂时先开完会，晚上再来弄，因为一二没那么多时间。早上是只有这个声音很大，是不是那个都没有出来？其他的声音都不是，不是声音大，是整个声音都变好像。对啊，按一下。对，就是只有这一个喇叭有声音、啊。正常啊，没有，我那边也听得到，可是就是变得都好像被人家掐着脖子讲话，就很稍，这样可以吗？喂，测试，喂，可以吗？可以的。一二一二，可不可以？一二一二，可以吗？可以。喂，好吧，可以，应该是。是我吗？还是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地震可以吗？地震，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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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地震，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可以了吗？可以了吗？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可以了吗？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可以啊。一二三四，可以吗？可以吗？去一阵，可以的啊。好，我们下午继续开会。那我们接下来是由钟嘉宾委员
好，不在。那接下来是黄国昌委员啊、也不在。接下来是李玉玲委员也不在。好，再来是蒋乃馨委员啊、也不在。接下来是黄昭顺委员啊、也不在。那接下来是廖国栋委员啊、也不在，他提书面资料哈。那接下来是简东明委员也不在啊、接下来是邱泰源也不在。接下来是高露仪用，好，高露仪委员。谢谢主席哦，有请部长。署长，对不起，今天感觉有点冷清了，到下午都是这个样子。对，那个高队长我你好，我好。署长，我记得三月的时候，当时环保署有提出要去这个拟出，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垃圾白皮书哦。好，说要在四月二十号提出来，请问一下那个垃圾白皮书在哪里呀、三月的时候，当然我还没有就职嘛，哈。但是是不是有这样的话，是不是有请肖总队长？那个时候是不是另外一个的相关的事件，会不会误会的，还是误解的？吴局长知道吗？三月说四月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跟委员报告是不是指那个有关那个事业会记录一些？还有家庭，对，家庭，对，那个报告我们就有送委员会，而且当时决议我们要送行政，我们也把那个报告送给行政。好，那个报告书是这里所提到的建构绿能什么新时代垃圾处理计划吗？哎，应该不是，就说后来一定是为了相关的案子，这个案子本来也是在三四月要提的。那后来因为那个卫前署长是认为说，既然要政党轮替要交接的，所以他有交代肖总队长到这个新的政府上任之后再提这个案子。所以，但是如果是进度就是现在的进度是刚刚所提到的就是送行政院的这个吗？就是两个事情哈，两件事情。报告了哈。不，假如是我们有一个家务垃圾与事业废弃物妥善处理。的政策嘛，哦，那这个政策是在104年10月12号的话，我们贵院的话有叫我们要去做凝聚共识嘛，是，中分区，分区那边会议，跟全国成，好像三月有分两个会议，对，我们分北中南，后来要召开东部又加开一场。好，那现在就是说你们的进度到哪里了？目前来讲，就后来就在4月11号啊，希望我们把这个会。全国成绩会一个结论啊，送行政院报告嘛。那我们在9月5号已经把本院送给行政院，那14号的话也还没有立法院，所以说我们已经把这个给行政院的。好，因为现在哈，我们的地方的这个有关于跟关注我们台湾的这个土地跟环保的团体一直在关注这件事，尤其哦近来非常多垃圾大作战的议题哦，比如说我们台东。的状况哦，台东现在建能的这个垃圾掩埋场已经爆满，我自己到现场，他那时候好像上礼拜已经是2层楼高，那一般掩埋场不是长这样的，而且呢，它的污水已经浮上来了，它的那个沼气管也不见了，我不知道这个署长了不了解这件事。是不是台东市的那个焚化厂？掩埋厂？掩埋厂没有。那台东市那个在风灾的时候有去？没有错，没有错。那个时候有用很多的堆土机在做相关的这个。你讲的那个部分，它其实分两个哈，一个就是当时风灾的废弃物啊，譬如说那个网架的部分呢，另外一个是。民生的这个垃圾哦，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个掩埋场的部分。我是不是请肖总队长就这个掩埋场？好，我今天所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哦，就是你们今天提出来的报告，我认为就不符合台东人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台东可能需要的不只是加强这里面所强调的垃圾分类的这个宣导，而是更要落实的是稽查跟破袋的这样的工作。那请问一下，这个部分你们怎么去督导各县市环保局跟乡镇公所，请绝对要有具体的作为。照理讲，这个是地方环保局的权责啊。
你们是主导、哦、每一个县政每一个县是督导吗？每一个县市政府都有在做这件事情、哦、那我请总队长是不是说明一下、我所了解的谢清泉局长应该就这个部分他应该也会很认真。那另外呢我们也和地方的相关的好了，我直接想啊，到目前为止台东清洁这个台东清市的清洁队，他们其实有表示哦，家户的垃圾哦，仍有10%到20%可回收的资源。那104年度的资料，资源回收率是38.4%，也是全台湾的最后一名哦。那台东市这个建农里的这个掩埋场，每天处理的这个居民的垃圾是80吨到100吨，包含建农里在内，台东有13座掩埋场。现在已经是面临爆满的命运。那请问一下，是不是代表说我们全台湾还有台东，我们这个垃圾回收的宣导这个措施要加强？最有效的方式，以我们国家目前推动过的，其实就是随袋征收了哈。除了平常的，村里的回收站，对，您听到的随袋征收嘛？那我当然也认同你的随袋征收，你可以落实到台东吗？我们是逐步的和地方政府来沟通，但是当然哦，现在垃圾已经满到这样子，它已经是爆满的状况了，它不是一个垃圾掩埋场的样子，我们要再另外去找掩埋场呢，还是你说的这个县市互惠把这个垃圾一顿换1.8吨的抵押回来？其实至少是一顿对一顿啊。一顿对一顿就可以谈了。我想，我想请教一下署长啊，一顿换一顿，这样符合公平原则吗？你怎么去算的？你要牺牲我们台东的资源，牺牲我们台东当地的环境去换底渣回来吗？底渣也不是脏的。真正的问题还没解决，你就已经要去处理这个换工程。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观念，包括你底渣要换公共工程。那我再问一下，你能保证这个底渣是无毒的吗？我可以保证。好，再来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有关于这个垃圾焚烧之后的底渣的问题，你们有一个网站哦，上面公开的资讯说的实际去用这个网站，请问一下这边所有用在公共工程的，你看得出来它的位置在哪里吗？你们资讯就是不够公开、不够健全嘛？你看得出来吗？现在其实像桃园、高雄哈的县市政府都内部在协调。我现在讲的是台东嘛？对。你这有公布图资吗？也没有嘛，这样子漏漏等等，你知道到现在台东有6849公吨，有6849公吨的这个底渣已经在公共工程，其中有一个在哪里？其中有一个刚好是在达人。你在这里面哈，有关于底渣哈，这个有关于资源化产品的使用限制，这里面是你有提到的，不得位于公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不得位于饮水取水口，一定要有一定的距离。好，里面还有一个其中的范围就在达人，它刚刚好。就是在这个简易的自来水厂的这个旁边，他们的自来水，是抽地下水，就在安硕申请旁边。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很担心。你觉得，在于整个这个垃圾底渣的管制的管控底下，有没有最好？这个，高立委员，这个有关这个底渣，你如果觉得它无毒，那就不会限制在水源地旁边了。这个部分，我就请我们吴处长补充说明一下吧，再请。那个跟委员报告哈，我想底渣再用从民国91年哦就开始推动了哦。那因为这个推动过程中，我们那个管理方式啊，就一直在修改啦。那当然，这个委员刚才提到了一些哪一些点，今天委员可以看到说啊，点在哪里，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个图资的资料嘛。你没有图资啊，我刚刚秀给你们看嘛，没有图资嘛，台东就没有图资。报绝对有坐标，没有，除非很早以前的、啊、这个，我想我除非很早以前，那表示没有嘛。啊，现在都有，现在都有，那这个。已经放在我们的这个安硕地方了吗？安硕部落啊，我们来查一下，跟委员报告。这个检讨一下好不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好，这个如果说是水源区哈，我们请督察总队和这个我们这个废管处啊，管理底渣的部分和地方政府，它有一个协调。底渣已经盖在堤防了，已经盖在旁边了吗？好，你的公共工程已经是在这个简易自来水安硕申请旁边。我们去了解一下。
好，我们去了解一下哈。不是哦，我要强调一件事哦，大家都非常担心了。我们现在已经有底渣已经在台东了哈，这个是你刚刚谈到的县市互惠之前都已经开始做了，表示你们前面的管理就已经出问题了。那你现在都管理出问题，你在谈说我们要县市互惠一顿换一顿，台东居民不能接受了。我要请双方的县政府、地方政府协调。首先应该要落实这个垃圾减量，你要破盖。你说的随便征收，那你要去协调。这个我们好不好？在这个之前，垃圾减量谈好之前，你没有办法去，不能再去谈什么底渣换底垃圾的焚烧换底渣的问题，可以吗？他们包括说他是他处理他的垃圾不收费啊，所以他要全套的来谈判，好不好？我环境不是用金钱去计量的，了解了，好不好？两地方政府之间彼此都有议会的问题，我们让两个县市政府两个局长，那既然署长你是环保署长，你麻烦去看一下台湾的这个环境的议题，好，这个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政策才是对的。好，谢谢。好，我们来做。好，谢谢。谢谢高入移用委员。好，我们接下来是徐真卫委员。主席好，麻烦请我们那个环保署署长、李署长。谢。署长好。午安。午安。谢谢。他说在我们刚才在滇西口遇到啊，没有啊，您这个春风无限啊，要先恭喜你呢。没有这种事情。好像这个要升任我们的这个总统府秘书长。没有这种事，我是一向都这样，你也知道，但是没有这件事情。一向都非常春风哈，表示做的事情通通都做得非常好，很顺利，什么事情都承担哈。没有，就是该做的去做。勇于认识嘛，应该做的就要做嘛。哎，对，该做的就做。好。那谢谢啊，这个我们署长啊，上礼拜这个本席啊，这个在司法法制哈，有遇到我们的一个问题，我特别指教我们的环保公园的问题。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林副总队长昨天呀也去花莲了，那现在相信回来应该有因应的对策了。嗯，经过一天哦，一天一夜的思考，请问署长，徐委，你给我真的是一个很难以承担的一个问题哈。现在这样。就是这个谢谢你这样秀出来哈。第一个就是说，以相关的法令，应该是所谓的水利署哈。我先说明一下，那我再给你报告我想要怎么做了哈。那么从我们环保单位我们的同仁报告说，因为旧的掩埋场是在里面，甚至中间都还有一条走道，那条走道叫做那个叫做什么环道啊，一个环道啊，中间有一个篱笆啊，这个篱笆里面现在都交给林务局了。旧的掩埋场已经富裕的啊，一直到走那条山路啊，山路的旁中间都还有一个这个篱笆里面现在都移拨给林务局了，所以林务局虽然这块不是他的啊，那这个里面到底是有多少垃圾，我真的会很好奇，所以要去钻探一下。但不管怎么样哈，我觉得委员有给我们指教，行政部门跨部门之间内部也要协调。所以我要和我们几位的首长来了解说这个地方在合理的范围里面我们是哪一个单位，因为一定要有单位去处理啊，一定要有单位去处理啊，而是谁的单位去处理。署长已经四分钟了。好了啊，对，你说要让他处理吗？我因为这个从头人去看，他觉得这个权责不清楚，那权责不清，我从行政团队是一体的角度，我都还这样向委员报告说，我们会按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林务局有没有会嘛？你可以做秘书定记者，紧给他处理着嘞啦，好不好？都不会代志，这不相关。我这样讲了哈、哦，一定要这么多年了哈、哦嗯，我们现在你也把这个林务局也把他拉进来了。好，我们也把这个我们的国有财产署也拉进来了，经济部也拉进来了。可是这个原来它就是一个垃圾掩埋场嘛，垃圾掩埋场它工程深退以后呢，我们为了美化，然后变成环保公园，把它这个绿化。那在94年、98年、101年，只要有护坡坡堤坏掉了，我们哪里来的经费？署里面来的经费都是署里来的经费。刚才在我们的这个电梯里啊，就说哇，我们这个空拍什么地籍图都没有，
从用垃圾把它做出来的。追本溯源啊，如果今天啊我们这个问题不处理，上礼拜这个我们署长也说啊，只要是尼伯特台风哦刮下来的，你一通通都处理好。现在又说现在里面不晓得是不是垃圾，好，那署长你来，我请那个我们怪手去挖给你看好不好，把那个垃圾推到海里，那现在变成，如果变成 海洋的污染源，这样就是你的工作啊，好不好？对了，我们不会这样做了哈，老徐，是因为我们同仁就你知道林总队、副总队长就去现场看的嘛哈，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就说我们无论如何啊，该做的事情就要来做哈。对啊，部位之间也部位之间有相关的法令或者权责或者是预算哈，但是从行政部门议题的立场，我会和我们的相关的首长互相沟通一下，我们把这个问题来了解，好吗？这个时代在变，观念在变。这个问题是不能变啊，它的历史的它的轨迹就是从垃圾掩埋场之后到环保公园，现在尼伯特台风把它用，现在这边通通都是垃圾，看得出来啊，怎么会看不出来呢？那我们拿我们怪手去推一推，我们等署长来好不好？那就不要再掩埋了，是，然后风吹日晒雨淋，让它垃圾就这样子到海洋去，然后去污染啊，之后就是变成严重的污染源。好，那就该我们的环保署来解了哈。来，因为这个除旧的掩埋，这个海洋的污染防治也是您呢、啊。现在富裕了哈，现在旧的这个这一块是已经富裕的哈。但不管怎么样，只要是尼泊特台风的，我们一定来处理，好不好？就是嘛，我会来找，要处理是不是，我会找主机长来找钱了，好不好？但是那个权责，因为他们说。同仁像我说，什么时候找钱？找到钱嘛，在明年疏浚这个汛期以前吗？不会的，不会，没那个。不会，没啦，啊，恭喜啦！尼泊特台风，尼泊特台风是今年来的嘛？对啊，我但是我们总是要先了解。我们要承诺一下先，不是、啊、这个就是这个就现在就是那天去看，就是尼泊特台风之后发生的状况。我们有没有？对不起哈，有没有尼泊特台风之前的空照和尼泊特有空照？那最好。是我们来拿这个的话，这样的话下次咨询，上一次咨询的，哎，第一次咨询的就是在尼伯特之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空照组的对照，对照图，主计处来说明，主计总处说明，这个是台风的灾害的。署长，今晚要搁拖到主计总处去啊？然后我们那个副大队长说，哎，又是内政部来了，现在撸拖撸短撸短丁啊。不啦不啦，不管多少天哦，我们自己之间要去真的啦。好，这个问题不能再等，一定要解决啦。我都我来按照公立的模范，我同学都是海岸法，这都是有关的海堤。你海岸法，你执法，你执违法的，你执法根本还没有定嘛，对不对？所以我说嘛，我就是不要说，委员说你都别保卫的上来上去哈。对对对，所以我们主动来协调了，我们主动来协调。主动协调，什么时候会有一个这个成果嘛？要讲一个时间嘛？这个两个。礼拜哈，这两个礼拜我们跨部会来，我来两个礼拜跨部会，我由我们署长主持吗？我会亲自和这些首长来联络了。是，请通知本席好吗？我另外的讲哦，因为大家都说不是他的管区哦，哎，无法度做的。无啦，阿妈你讲哦，这几个问题，跟你开一节时间哦，哇，我要选你的结婚经理啊。好了，那第二个问题了哈。一样，废轮胎这个问题，废轮胎这个问题，刚才其实很多的委员问了，其实本席一直在这个半年来不断在协调协调协调，那我们也请人哦，这个无条件提供空地给这个废轮胎也好，废轮胎这个店家好，他们自己去放。可是现在问题来了，现在轮胎放了这么多，你没有办法处理，开始这个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而且这个废胎不断的运进去，我们这个部分环保署一定要提一个方案出来，不要每次说哦好，我们现在在研议，然后到办公室去跟您报告，然后说什么都没有，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环保公园的状况一样，完全都没有解决嘛，两个状况叮咚都一样，不一样了，这个有一样的结果都没有解决。对了，轮胎我们哈，我们这个譬如说我们安排这个水泥厂的进去焚烧的量哈，处理这个相关的这个来把它弄成碎片之后哈，包括安排出口的厂商，恰好是蒋委员早上咨询，蒋委员进来哈，我们那个相关修订这个办法，出口办法之后是不能进口的。是不能进口的哈，是这点因为蒋委员那个部分，我早上不敢确定，所以没有回应哈。所以包括安排出口，包括新的厂商
做处理之后啊、哦、包括新的这个有以前有几家厂商在焚烧，这个目前都在处理啊、哦、因为厂商的名字我想说在没有，其实这个部分我们都了解，以前的厂商也在处理，现在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在那里好、哦、废轮胎堆在一雪山，那我们现在我们国家没有，但是是这样，还有很先进的技术，工研院也技术转后端，我相信你也知道那一家厂家嘛，可以100%的运用循环利用，对对对，屏东对不对？好几家，包括桃园，现在新设一家，有可以处理2700吨的。所以现在今年这个半年来，我们就安排这几个去化的管道，所以对现在每一年当年产生的，现在都可以处理了。现在就是委员说的，有一些旧的当这个出口的量一次大概4000多吨吧。我请我们正副主秘补充一分钟好不好？署长啊，没有关系，您就告诉本席说，第一个。我们现在旧的轮胎，现在堆积如山的这些轮胎，什么时候可以把它清运完毕？这样就好，很清楚。那其他的方式，其实你们应该去想办法去解决，好，好不好？好，我报委员哈、哦，这个目前废轮胎哈、哦、处理哦，报废跟处理部分大概已经达到平衡。那过去哈、哦、剩下的哈、哦、有一些累积的，大概4000吨、4200吨左右。那这部分我预估什么时候把这些旧轮胎的部分把它处理完？我们预估呢？现在已经跟这个出口部分跟国外的这个哈、哦、这边在谈哈、哦，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够尽快能够把这个部分，因为其实量你还是没有给一个期限嘛。好，署长啊，这样子啦哈、哦，第一个我们这个环保公园的部分，您刚才也。承诺嘛，2个礼拜、哦、要给一个协调一下、哦、要给一个答案相关的。第二个，我们这个废轮胎的部分，尽速来解决，年关要到了，好不好？好、哦。第三个就是还是感谢啦，好、哦，因为这个我们花莲县没有这个焚化炉、嗯，所以感谢环保署不断哈、哦，每一年都这个协助、哦、也补助花莲县我们这个垃圾的运程运到我们的宜兰绿色了哈、哦嗯，那。在我们的这个520之后，我们署长您还是延续嘛，是不是？延续嘛，哈。延续了，延续。好，谢谢，谢谢。旧的政策好的，我们就一起。上一本对啦，嗯，可拜托，好不好？我们这个轮胎的部分哈，我要请他们再给你报告，好不好？谢谢哈。好啊，在环保公园呐、啊，对，金重要，金重要啦。轮胎这个我不，我了解，所以我才会协调去找一个空地来放嘛。哎，啊、哦，好，轮胎的部分呢、哦，这个本席了解，所以我才会去找一个空地让大家来放置。现在是堆积如山，就是这个问题。好，谢谢。好，所以要赶快把它清理掉。好、哦，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徐委员，署长，我也很想问哦，台东在那个垃圾台高雄如果拒收，你们到底有没有协调的机制啊？最近也是一样，还是没有，还是有拒收的状况哎。在协调，在协调哈，你们要负责协调哈，不然垃圾一直清不出去。哎，好，那我们接下来是陈廷辉委员啊不在。那接下来是吴炳瑞委员不在，接下来是陈寅委员还是啊不在，好，那接下来是曾明忠委员不在，啊，还有一还没出现，我们还有一位委员要发言。阿哥阿伟高伟好，先处理临时提案，好，我们再先处理临时提案哈，好，那再补发言哈，好，临提的委员都不在啊，还是要还是我稍微休息5分钟让他们临提的委员来，要不要来一下，不然我还是我就继续咯，临提委员都有好几个都不在啊，好，先处理在的委员的提案哈，好，好，第三案哈，好，那我们就先处理在场的委员的提案哈，那也跟委员们这个提醒一下，有提案的委员可能要请大家赶快赶到委员会来哈，我们要处理临时提案，好，那其实也跟大家报告，因为林淑芬委员有提到说他待会会来做最后的询答，然后我们还在、啊、来了来了，我们要先处理临提还是你要先发言？
可以哈，我们先处理灵体哈。好，那给我们大概5到10分钟左右哈。来，那我们有先来的这个，大家手上有灵体的资料了吗？好，有哈。那我们第一案是吴坤义委员，他还现在不在哈。第二案是钟孔照委员，现在也不在。那第三案是先读第三案。好，第三案，环保署应于3个月内提出垃圾分类政策的检讨报告，其中应包括熟厨余及特别针对生厨余的部分的回收增进方法，以及细分选的改进方法，并将报告提报本委员会说明，请参阅书面资料。提案人委员吴玉琴，联署人委员吴坤玉、陈曼丽。宣读完毕。这部分有没有问题？行政部门应该没问题吧？请3个月内。第三案临时提案，第三案好，没问题。要修文字是？来，来，那肖总队长。第三案这个部分，我们建议就是这一个环保署应于多一个应于3个月内。有啊，刚念过了。对，那这个后面这个第二段的后面以及细分类的改进方法这个部分删除。哦，做不到是吧？对，这个没有这个项目，这样没有这个项目。对，好，其实我这个提案主要是真的要让垃圾的这个燃烧比较容易，应该要做一些分类啦。是是是，可是你们好像现在都没有在做这样的分类哈。是，好，我这给提哈，好，那我们就把它删除哈。好，其他可以做得到了哈。好，那我们就照这样修正后通过哈。好，来进行到第四案。第四案，环保署应整合各地焚化炉合约，于3个月内提出一个整合的焚化炉合约范本，其中内容应包括交付垃圾一般事业废弃物的进炉方分配方式及比例，相关垃圾处理费用、售电费用的规定，并明定中央的调度权，并建议缩短合约年限，确保地方首长可以适度介入及调整相关合约，并将合约范本提报给本委员会，在未来补助各地焚化炉研议的过程中，帮助各地方政府和代操作厂商有合约规范参考，并且确保环保署取得合理的调度权。说明请参阅书面资料。提案人委员吴玉琴，联署人委员吴坤玉、陈曼丽。宣读完毕。有没有问题？好，没问题啊，因为我觉得你们该积极了，已经二十年的经验了哈。好，那我们就照案通过哈。来，第五案。第五案，鉴于源头减量资源回收是环保署处理垃圾之政策主轴，南区104年资料显示，垃�圾回收率为55%，仍有很大改善空间。李署长应援表示，垃圾减量的具体做法之一是将推动各县市垃圾费随袋征收，查台北市及新北市率先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后，确实显著降低每日垃圾量，民众也减少垃圾费用支出，是垃圾费随袋征收属有效之政策。李署长应援亦表示支持，并承诺106年至少有一个县市实施。据此，也要求环保署于3周内将目前研议垃圾费随袋征收实施计划报告，包含明年实施县市之具体时程、配套措施、垃圾减量目标以及各县市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之评估分析报告，其他各县市推行之具体时程，向本席及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提案人委员蒋万安，联署人委员王玉敏、陈怡明。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是牵涉到地方的事情的话，是不是3个月？给蒋委员，自己的办法是3周内有困难啊，他是要协调地方。如果我们内部的一个计划，大概3个礼拜没有问题。2个月，明年就要实施，一个现在就要开始了，是不到几周了。明年没有，我只要你目前的进度就好了。2个月，好，那我们就是在倒数的第五行要求环保署于2个月哈内将向目前研议的垃圾袋随袋征收，好，这个文字修正啊，这样通过。好，来，接下来是第六案。
第六案，云林地区空气污染严重，民众需要及时之空气品质资讯，请环保署应用最新监测及资讯科技，发展空气品质感测物联网系统，提供更细致、更及时的空气品质资讯，以利民众及时查询及预警，并优先于学校、医院、照护中心等设置检测器，以维护民众健康。提案人委员刘建国、吴玉琴，联署人委员黄秀芳、钟孔照，宣布完毕。这有没有问题？都已经在规划，好，好，好，所以这没有压时间了哈。好 ，OK， 好，那就照案通过。好，接下来第七案，第七案，焚化垃圾底渣去化，环保署应提出具体方案，协助各焚化炉进行循环再利用，协调营建署等单位在公共建设中制定出一定的底渣比例，协助去化。针对此方向，请环保署于两周内提出专案报告，并朝此方向进行。提案人委员刘建国、吴玉琴，联署人委员黄秀芳、钟孔照，宣布完毕。好，好，一个月是吧？好。那我好了，我就帮刘委员同意了哈，一个月哈，好，一个月内哈，好，那我们就修正哈，请环保署一个月内提出专案报告，好，来修正通过，来第八案。第八案，云林县垃圾堆积严重，农历新年又将近，届时全国垃圾量必然暴增。云林县截至今日垃圾量尚有9500吨。推估至农历年前，云林县垃圾量将达20000吨左右，因此请环保署积极协助云林县政府清运垃圾，以防云林县于农历年后爆发垃圾公害，并利于国际台湾灯会活动的进行，给游客干净的赏灯空间。提案人委员刘建国、吴玉琴，联署人委员黄秀芳、钟孔照，宣读完毕。好，这个环保署有没有问题？这个是不是加一个互惠互助？这个在哪一段？哪一段要加互惠互助？来，总队长，下总队长，来，文字怎么修？我们建议在这个协助云林县政府，啊，那本互惠互助原则来清运处理垃圾，这样。互惠互助。倒数第三行哈，就是请环保署积极协助云林县政府，然后互惠互助，本互助啊，本互惠互助原则，本互惠互助之原哦，本互惠互助之原则，好，然后呢，文清运处理垃圾，好，所以重点是都没有逗点嘛，啊，没有逗点，对啊，对，这样比较顺，好，好，谢谢，好，就这样修正啊，请环保署积极协助云林县政府本互惠互助之原则清运垃圾，以防云林县哦清运处理垃圾，好好加一个清运处理，好，好，那我们就这样修正通过，那我们回到第一案好吗？第一案吴委员到了吗？啊，我有到了，好，来第一案，回到第一案，两个都到了，好。第一案目前的资源回收物包含厨余的去路不足，造成回收后恐又进入焚化厂焚烧，无法达到垃圾零废弃的目标，原始环保署应检讨并建构回收物的去路，确保再利用的管道，让再利用产品有其商业价值，落实经济循环。第二案委员吴坤玉，联署人委员钟孔照、黄秀芳，宣读完毕。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我们就照案通过。那到第二案，第二案，现有气电共生焚化炉的原意目的是为了要焚烧无法全面回收的废弃物，并且有效控制各类污染物排放，进行利用气电共生锅炉进行发电作业，使得热能转化为电能，达成能源有效运用目的。截至2021年，将会有11个公有民营焚化炉会再次进行 BOT 案签约。有鉴于焚化炉运作顺畅，对于国人同胞生活品质事关重大，环保署与各地方环保机关应加强联系，就各地公有焚化炉BOT 契约进行修订，并且在将来 BOT 契约签署后，有效监督气电共生焚化炉厂区各类管线修缮与
炉体隔热成效，讲求提升发电效能之外，亦一并达成防微杜渐之效，避免焚化炉产生重大事故，造成地区垃圾无法去化，形成大量堆置窘境，影响国人生活品质。提案人委员钟孔照，原署人委员黄秀芳、吴坤玉，宣读完毕。是，好，来来，肖总的队长，文字要修正，那个钟孔照委员哈。这个提案大概我们就文字做一些修正哈、这边有谈到 BOT 的部分哈、因为现在是用 ROT 在进行、所以我们建议改为 ROT。是。那在这一个246第六段的话，进行 ROT 案，或依这个增加，或依政府采购法签约啊。第六行是吧？对，246对。将会有11个公民营焚化炉再次进行 ROT 案，好，或依政府采购法签约，或依政府采购法，建议增加这样的文字改跟修正这样、那下面都改好。其他我们都啊，对对，其他的、下面就直接改 ROT 就好了，对，是不是？对对对，后面的那两个 BOT 都改 ROT， 建议是这样的修正。那个钟委员这样修正有没有问题？依政府采购法，就是现在的样态吗 ？ROT， 哦，现在就是这个财产是已经是政府所有的，那政府所有它只是做修复，然后委托操作营运这样。是。ROT， 对对对，因为现在没有兴建这个阶段了，对，所以没有 BOT 啦，还 B 的话是新建嘛，哈 ，ROT 是现在既有的设施维护，委托，嘿，啊，他现在是说为什么还有依政府采购法这个？他有可能是说自己本身的话，包括说不要民间来投资。如果他今天的话，如果是说他来做修缮，是政府他自己本身的单位来投资，然后他不要让这个厂商先进来修缮，就是说我修好以后就是直接从后面营运管理开始，所以说哎对，就变成 OT 的方式。因为你既然你是委托他经营的，然后他修缮的时候你还要不是。有基础是公有公营的吗？包委员，因为我们现在延议的话是等于合约结束以后，下一次的时候他开始，就是说是不是厂商先进来修复以后才开始经营，这是一种方式。第二个方式是说我自己本身政府编钱修好以后请厂商，对，所以那个跟前面的厂商是切开的。但是你那个现在你合约的金额就不一样吗？对，所以说到时候我们再孔昭的意思是说保留这样的可能的这个方法啦，嘿，好，是这样的意思嘛，哈，就是保留让它有一个这样的状态啦，嘿，是，应该是没有影响到那个钟委员想要关注的这些包括这个管路啦，还有这个哈炉体层，对，哈，是这样，那个钟委员这样修正文字修正可以吗？多了，组长可以给他这样。哎呀，署长公爱晒爱晒爱晒，嘿。那个哎呀，这是。我们在请教叫。不是啦，这个是文字的修正，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委托的方式的一个文字的补充而已啦，不是涉及实体内容的改变啦，嘿，对不对？啊，对对。好，是不是？那我们就这样修正通过，哈。好，我们临时提案都已经处理完毕，哈。那来，林淑芬委员。来，我们理事会委员还要来质询哈，不好意思，那个，李署长，你还有十分钟，再给我们十分钟，林淑芬委员还有质询时间，时间十分钟好吗？好，谢谢。淑芬，我就当然，那么你正着急啊。嘿，是啊，所以赶快上。没啦，我先给大家报告，我会讲话是因为我咧秘记者，我坦白讲，我在躲记者，我躲两天了。好。啊，这个也是某种程度应党内的需求。好，来十分钟，来，好，来，署长，来，署长，署长，去昨天呢，高雄市政府发布了一个新闻，他们高雄市政府啊，去化垃圾的底渣，他们决定要求所有承揽高雄市公共工程的业者，以底渣作为道路工程基底，取代集配料，怕
加速去化那个垃圾焚化后的底渣，这样子的做法可行性高不高？我认为以高雄市政府的能耐啊，还有效率，还有专业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可行。来，处长，你觉得问题可能会是在哪边会产生问题？应该假如说，因为高雄他们都二十几万吨嘛，假如工程的话，他们会评估啦。大概一年高雄市政府的这个基底的集配料。需求量是多少？需求大，因为现在各个工程我现在是不清楚的，但至少一些电信的、那个电力啦，或是一些那个相关的通信的一些广告，应该工程也蛮多的。但电信电力不归高雄市政府管呢？对，但是因为他会跟公路局申请路权。我有点，我觉得这个，但这个问题是你知道，处长、署长，你知道跟你们有关吧？对，不，这个当然从这个问题跟你们有关，是因为南台湾唯一一家的你们焚化炉出来的底渣的再利用处理机构，这个机构应承被吊销了这个牌照。那个机构违法就已经在法办，好、哦。对。而且那鼓励合法的。啊，结果理论上南台湾没有这一家机构，那也没有处理机构，那怎么有可能再利用呢？不，现在就是地方政府本身他就会来处理的。没有，他后来叫做废弃物，要经过处理机构之后才叫产品再利用。可是应承没有了，他要优先再把它丢到去当基底道路集配回填，那他要有一个再处理的程序。那现在有谁可以再处理？那个跟委员报告了哈。第一个当然因为应承就那个本来在厂内就有一些库存嘛，就以前接收然后就已经分类完了，但是还没有送去再利用，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目前应承也是在申请这个在试车啦，我想他们可能会没有。那我现在问你，应承已经停牌停几个月了？从现在是十二月嘛，他现在试牌应该也是差不多三四个月，应该三四个月。那焚化炉这三四个月出来的底渣跑去哪里？底渣现在目前讲没有处理，现在就是最重要还是就要没有堆置在哪里？暂存。你知道燕城不只是接高雄，他还接屏东、高雄、台南，通通都有。对。那燕城被吊牌三四个月，三四个月这底渣跑到哪里去？目前我们其实已经有启动这个应变的这种。我是问你到哪里去？你不要掩埋场，十问虚答。对，就掩埋场啊。到掩埋场去，你有资料吗？不要骗立委哦。当时我们就是要求他们，就是自己要找地方符合。有掩埋场这么大量，这三十个月出来的底渣都有去处吗？不，我想。当时我们就因为会有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已经来召集会议了，请他们各自一定要注意这个紧急，因为当时我是问你，当时之后结果执行起来这些东西跑去哪里了？就掩埋场，掩埋场为主嘛，就看其余的地方。我想我们你把资料拿来给我们看看、第一个，第二个，我记得桃园哦，有一个厂商啊，再利用处理机构厂商叫博瑞，还得到促餐奖的金箔奖。2013年桃园观音的底渣焚化炉出的底渣再利用机构是采这个 ROT 的，政府帮他找好了土地，然后让他来经营，最大成本就找不到土地，也都找好了让他经营。结果呢，2013年这个开始营运，委托给这个博瑞，2015年就发现有一家这个博瑞啊，把他们的垃圾焚化炉出来的底渣通通倒到清水，台中清水隔壁啊，以邻为祸，乱倒违法，数量很多。没想到一个公办民营，桃园市政府公办民营得到促餐奖金箔奖的博瑞也是这么干。那我回过头来，署长，你知道我要跟你讲什么？博瑞其实他曾经跟你们要求请求过，他说啊，希望焚化炉出来的底渣，它的杂质率，环保署要定一个标准，底渣出来的品质才能够有一定的标准，符合标准才会有人要再利用。你们迟迟不愿意定出每个焚化炉出来的底渣要有一个品质的标准，不只是环境危害的毒性的酸碱的或者重金属的带药性的检查，那是环境风险的把关。你的品质底渣出来是非常烂，烂到没有一个公共工程或是民间愿意再利用上愿意使用，结果逼迫这
一些厂商根本没有人要，就你们捂起眼睛就说对再利用，丢到哪里？丢到农地，丢到清水，丢到台南，都是这样子。署长，定一个，你们现在做焚化炉的升级和改善嘛，我就不要讲说你们现在的契约，地方政府委托代办操作焚化炉的各种合约都明定了，营运厂商在期满契约期满的时候，焚化炉要交回来的时候，还要负责让原来的焚化炉原设计要维持85%到95%的效能。因此，更不要再讲说，那我们现在政府、中央政府出钱编列预算来帮这一些焚化炉的炉体升级更新的理由在哪里？我们跟他签契约说，20年后你操作完，你要让我焚化炉焚化的效率还要保持95%，结果没有去要求业者说，哎，你有没有维持在95%？你现在说没关系，我编钱再帮你们把设备升级，哎，本来是业者责任哎。他来 BOT、ROT 的时候，他就已经签署了这个契约了嘞，就要好处拿走。结果呢，现在烂摊子说来中央政府在编预算，违反契约内容，这某种程度问题很大。结果没有要求业者要付出维持你交给我的焚化炉营运期间满了，维持原设计85%到95%的设计的原效能还给我，也不要求你们焚化炉出来的这个杂质率的品质要定一个标准，也不要求。然后现在说我们来重编预算帮他们，然后现在说这些违规的再利用机构丢出来杂质率很高的这些底渣，四处在把环境成本外部化，丢给农地去承担，丢给人民去承担，把电这让我们去板化啦。你来告诉我，你愿不愿意定一个环保署定一个底渣出来，你用最低的成本给他们经营，然后他们也乱七八糟经营，底渣出来品质这么差，要不要定一个底渣的杂质率的品质把关标准？要不要？我现在有所谓的相关的溶出的标准哈，这个部分那是环境风险的把关，所以我要讲这部分我们来评估。我请吴处长补充一下，好，这一点很清楚。我想，其实我们到国外去看啊，他出来这个底渣，我想我带回来找委员，我可以拿给你看的、啊。因为别人来讲，比如一些矿物类、玻璃类、金属类，好，因为那个不管是除险还是过电有这个风险的、啊，一定会有一些，因为它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嘛，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些复杂性的、啊。但我看国外到处都除了这个所谓的溶出试验之外，是不是有这些所谓物质劣品的这个百分比？我想我们来参照一下，来。你不要这样子顾左右而言他，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出来杂质率这么高，那为什么外国人家杂质率可以控制到一定程度，然后还可以拿去真正的再利用，而台湾却完全没有人要用，最后只能弃置在农地污染农地，为什么？然后一个合法再利用的机构每一家都变非法，连政府公共委托出去得到政府促参奖金破奖的这些厂商，政府还帮他把地找好了，委托给他去经营，那成本已经最低了，他还是把它丢掉呢？为什么？现在问你们了，这都是你们拉出来的屎啊！全部都是环保署的业务，责无旁贷啊！不是中钢的转炉屎，也不是电火炉的炉渣，全部都是焚化炉跑出来的垃圾。你说它叫做再利用物也没关系，再利用物跟垃圾，只要是跑到田地里面乱弃置的，数百万吨的都一样啊，那这问题怎么解决？我们要问的是问题怎么解决。好，这个厂商随便弃置，该违法爱搬的都爱搬，我们是一直希望在这个违法的严格取缔，说定然后来鼓励这个违法，一块是几间不孝，两间无一块是两间不孝，三间无一块是三间不孝，啊，一半以上拢咧违法，迄个制度问题啊，管理有问题啊嘛，法律的制度嘛有问题嘛。啊，当然，你若讲大部分拢安尼，你无迄个环境会去经营，咱就要检讨检讨。啊，你就明知影，就每一摆甲无人要用，去化管道完全没有嘛。所以这个去化管道，除了桃园市政府度假，委员说过，国营企业务
桃园嘛已经拢爱做，台南台中拢在。桃园爱做嘛假啊！因讲哦，这个 RT 厂商成立了，就有的找地何去做，成本上贵，处理好。你讲的是贵，是贵的。没有，2013年才开始营运哦。沈局长就2013年，你先听我说，2013年才开始营运。嗯。结果呢？2015年的12月，嗯，他就被抓到在乱弃置。嗯，因为问题因为欢迎，你若讲伊乱弃置，因为我曾经见过都不爱该开管，人伊就讲啊，乱弃置，乱弃置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用。那那那你搞这个枪凶乱弃置都把弯流，那么快你就换了？明知道品质烂到没有把握，欢迎，对不对？你请阿栋。乱弃置绝对不能原谅，但是政府明知道这个品质烂到没有人要用，然后不帮业者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把问题丢给业者，这才更不可原谅。这个我没法接受，去化的管道没有，然后也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品质这么烂，杂质率这么高，然后无人要爱，按你讲哦，你家己去处理。你明白无？伊就一直爱后背单啦。所以咱的发电商，你这爱在一定品质了后，有相关的三个规范。这边的工程使用有三个规范，地结构诶，高诶个强度结构。不符合规范呐，一个不符合规范呐。包括你讲，我你讲爱创造个结构。天井摆个不符合公共工程的规范。不，伊若无得符合规范，来个就了处理个符合规范来做成再生力量。这个保安的规范，你被他走啊？那就一个是，我们这边在用啊，一个保安价处理个符合规范。我含这公共工程，我你讲去化嘛吼，去化咱来先设法啊，去化进前就是爱。要做公共工程前都爱迄个，即、這个叫做品质爱管理，吼、哦，品质管理很快就专业嘞。我请我处长来讲几个规范，你来说明一下。啊，你边来改改处长。那个主管报告了，我想我们也到这个荷兰跟德国去参观过嘛，就处理的这个逻辑跟技术啊，其实是雷同啦。那像我想，人家为什么可以去化，我们却没有？对，因为你跟我说对了，就我想这个强化这个管理，这个我想我们会。督导的频率、查核的频率来增加了，应该。你打金融委托人去操作，焚化炉每一个焚化炉都委托操作，委托操作合约个讲，你来行我契约嘛，你来行我打操作率要维持原效能的95%。你若无去要求业者做这個，嘛无保提供哦，你普通咧操作的时候，你出来诶底渣品质要稳定，要到某有，你也不定标准。你没定标准，他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违规和违法，没有标准，没有法规，哪来的违法？也没有。然后通通都站在操作商最大的利益。我也可以讲，操作商除了两个文化炉以外，其他的大财团长期在垄断啊，大家对那些大财团都已经够优渥了，除了台糖这一个，中油这一个，其他都大财团在垄断。台糖能进去？这些操作里面都不用责成他们有更好的这个责任。然后你说啊，要再编列100多亿，然后帮他们做更新，要先来更新以前要先来问责啊，要负责赢这个当初照契约所定的焚化炉还给我们的时候，要能够符合95%以上的焚化效能啊，对不？那个总队长，我请总队长去部分来回应一下，好、哦，这个相关的部分，来说明。那基本上就是这一个每一个炉子它起满的时候都有类似这样的规定，那这个规定基本上就是它要维持这样的效能。但是我们如果未来考量到未来15年、25年、20年的时候呢，那这个设备可能就重新更新的时候呢，那就类似我们再重新盖一个炉子，然后呢就可以。未来的15年、20年可以，那未免太便宜了。嘿，这到处拢进户者，阿咧叫这个钱一提了，品质特卖唔惯。以文山焚化炉、台中文山焚化炉为例，它的焚化炉出来底渣品质很好，人家去化有管道，但全台湾绝无仅有。为什么？因为它有个旋转窑嘛，当初在盖的设计和那个改善，一开始人家就设计好了。那现在其他在盖的时候呢，囫囵吞枣。乱设计一通，那你的改善应该是在解决这个部分，而不是直接啊补助地方政府啊，就目前业者应该操作厂商要付的钱和负的责任，我们去帮他擦屁股，不是？我们现在这个钱是要投资在
改善让它品质更好的这个基础上，结果你们的前六月的计划报告说啊，焚化炉研议升级的评估，六月评估说哦要评估20座焚化炉，然后要研议11座，结果你们到今年12月又说没有，我们评估19座焚化炉，研议13座，结果两个计划都不同，计划不同，要完成评估规划体检和研议升级的场数不一样，经费却长得一模一样，一次都不减。哎，评估的经费都是161亿8470万元。哎，六月研议的场数要评估的场数不一样，研议的场数不一样。结果六个月前、六个月后，钱却长得一样。这个是已经先画好设这个画好了这个靶再射箭了。那这个林委员指教的非常好，所以当时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就是因为多了三座的生殖能，哈、哦，减少一座，但是多三座的生殖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哦。而且地方那钱会不一样，钱怎么长得一模一样？我们马上出局了。我老爸不是在讲这，为什么恁两个按评估的物件拢无同？结果长出来的钱的经费从地方到中央调整一下，钱都长得一模一样，在161亿8470万。这个很难，我觉得很难不让人家怀疑。所以从地方政府要负担的比例也不一样，然后贫困的炉子也不一样，研议的场数也不一样，结果钱到不到六个月前、六个月后就已经飞花161亿8470万不可，钱就是这样子绝对锁住了。这是概估了哈，概估怎么会找的都一模一样？这国外外计划内容都不一样，钱却都长得一样。在每年的规划，在每年前规划的时候，每一项诶爱开钱都无同款，我们一定到爱钱无同款，委员说过，效能要提高的部分，有一个污染减量的部分，哈，热能发电提高的部分，咱要导出去，要导出去不？说定了，梁建老，我点到为止。哦，谢谢。那我相信，因为这个事情很复杂，署长也不一定完全知道。那我告诉你，提醒你，这种事情很怪，你回去好好查。然后，代乎职责的，只要有底渣四处流窜在农地的，我都认为这个都是政府的责任，不是业者责任，因为制度面有问题，管理面有问题，去化没管道，这些都责无旁贷。今天的一件发生，就是搁在赏的环保署的脸上又赏一巴掌，所以这件代志，我知影你无法度全部一概到位，大家拢知影，但是希望你好好啊，等于。去看恁老师来到地方新鲜的代志，谢谢。我来很有空，好，谢谢。好，谢谢林委员哈。林委员，大家也指出我们今天排这个专报的用意的哈。为什么110亿哈？那其实计划内容跟六月份已经有调整了，可是经费还是一样哈。整个总经费160几亿哈。那表示到底中间发生什么事哈？因为计划已经有做了一些调整，那今天又经过这么多委员提供的这么多宝贵的意见，是不是请署长也整合内部的一个计划，能够做重新调整？我不知道这个进度到什么时候会提出来给行政院核定，那也要哪个时候会送我们卫环委员会来做了解，因为明年的预算是编5000万，是要做算是一个评估嘛哈。接下来还有5年的计划预算哈，所以我们也是会盯紧这五年的预算哈，在我们任期内，我们一定会盯紧这笔预算的哈。那刚刚提醒真的不是中央下会期。核可之后，下位是集再来做报告，因为这个是我们很怕是中央花钱买单，然后又是地方拿了，然后又不听这个调控权，然后又是给这些所谓操作厂商小鸡母，我就觉得这个整个政府在做事情哪有这样子的，钱都是那么赚了，然后我们却也是在收鸡那个。是，所以今天呢，大家我们很多委员大家都关心，是真的看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哦，所以也请整个这个环保署要动起来哈、哦，整个去回应这个整个民众的需要以及我们委员关心的议题，因为这是6年的计划哈、哦，所以我们会紧盯预算来看哈、哦，如果执行不佳，我们就可能就砍预算了哈、哦。好，我想今天的这个询答已经都全部结束哈、哦，那临时提案8案也全部处理完毕哈、哦，那委员廖国栋、还有徐祯蔚、林静怡、还有陈莹委员哈、哦、所提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书面答复。委员有口头执行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说明者，请于2周内
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那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